是一样的组合，他有加薯条是怎么拍的？抽一番赏，抽到这个球，你这干啊！开箱时间，百万宝贝的无框画，是什么东西啦？吐司里面有很多卤肉块的什么？看咖啡西，我觉得这一幕太好笑了，所以我想要侧入他们的新家。大家好，我刚出去买早餐，然后还拿了两个包裹，等一下一样再来开箱。今天又是一样的组合，我的早餐弄好了，可是居然不是半熟蛋，我相信它中间应该是软的吧，应该是半熟的吧。它中间这一边还是有半熟的那个蛋液，可能就是刚煎下去，然后想说，不对，它要半熟蛋，然后赶快再把它你知道盖起来，把它包起来那个感觉。嗨，大家，我刚刚吃完早餐之后，就是因为我今天生理起来，然后我的肚子就是痛到不行，所以我刚刚就休息了一下，然后现在起来了。然后我现在要来帮我们家的饮水机装水，然后我一直觉得我们家帮饮水机装水的方法很好笑，也很酷，所以我想要拍给你们看。就是我们都会用这个保特瓶装水，然后倒进饮水机。然后因为你这样倒啊，它就很慢，所以可以这样。有看到吗？变超快的，是不是很酷？这是我妈看电视学的。我弟起来，然后他刚刚拿了薯条跟这个是 cheese 条吧，去气炸下午茶。我觉得不够脆，炸好了。哦，垃圾食物，你试试看。哎呦！有脆吗？有脆，没听到那个声音。他有加薯条是怎么拍的？哟，干了温了。If you're looking for spiritual life, it doesn't matter what kind of person he is. You can use everything for your growth. 不好吃哎。现在的时间是2:30。然后我真的要开始来剪片了。Hello， 大家，又到了一天一组的时间了。然后等一下我，今天要煮的是三杯鸡。其实我有一点怕怕的，因为我觉得好像有点难。然后我想到呢，我有一个这个是叫什么东西啊？陶锅吗？还是什么？超可爱，这个是不知道多久以前，就是几年前，我抽一番赏抽到这个乔巴的土锅。超级可爱，你看，这样子，黑色的，下面这个是黑色的，长这样子。是不是超级可爱？我等一下来用这个。解封了以后可以进去里面做的餐厅，我想要吃哪一家？你猜。给不给个提示啊？我最喜欢吃的，我说很好吃，很好吃。我跟爸爸一猜就猜对了。对。明明就很好猜，那么简单。太不了解我。要排队的。它的提示这么明显呢，除了顶戴风要排队了，还有什么要排队？我现在完全没有概念。啊，你这个囝，你这个囝啊！提示，给你提示，是肉，肉。Celery。再讲一次。Celery。差那么久，今天完全没有想到烧来。哦，三杯鸡的材料，D妈都帮我准备好了，那我就直接来炒了。一下，这个是黑麻油，
吃，我因为我没开火，超可爱。哎呦，刚刚是冒火吗？嗯，一定烫的。哦，哎，吃饭。今天的晚餐，呜呼，好像没有芝芝，好像还要再干一点嘛。你还说我弄太干，这一次有芝了。好啦，开了。好啊。哇哦。跟最新款坏了。为什么它会那么湿啊？对啊，不够干。要再干吗？有啊，不够大哎。因为它刚太湿，然后我们刚刚又去收芝了一次。三杯丝丝帕碎，不能吃啊！可以吗？可以吗？猛爷来猛爷！可以。哎呦，这个才是屁股吗？哎呀！哎呀！不是，那不是吗？不是的，卡住我吃伊啊，加侪卡成，快夹快夹快夹！大家早，吃早顿的时间。我把夏威夷片看完了，我现在要开始来看情景这个片。Oh my god! Oh my god! 咦？可愛いな。ねえ。じゃあこれそのお父さんとが近いからか。ああ。親父の方ももしかしたらないです。開箱時間。这一次的话有三个包裹，一个是我自己买的，然后。这两个是公关品，我先来开我自己买的这个，这个我超级期待，是蜡烛。将，这是我新买的这个蜡烛 ，PF Candle 的蜡烛。然后这个是，反正这个蜡烛就是我上网查，它就是平价，然后又天然的蜡烛，很清新，有一种好像在海边的感觉。下一个是这个。它是一个纸盒，哇哇！给大家看，它是阿芳，它是一个我有默默在追踪的刺青师，然后我很喜欢他的就是画画的风格，但是我还没有给他刺过，我就有跟他说我很喜欢他的风格这样子。有一天他就突然私讯我说，就是他最近有做他的周边，然后问说可不可以寄公关品给我，然后跟我分享这样子。我说当然好，可以收到自己喜欢的刺青师的公关品，就是很开心啊，不是吗？首先来跟大家介绍这一个阿芳画的百万宝贝的无框画，图都是他自己设计的，你不觉得超级可爱的吗？然后他这个无框画，它只有60版哦，所以你后面可以看到你买到的这个是第几版，像我拿到的这个是第15版，60个中的第15个，而且是挂在房间就会整个可爱起来。这个也是百万宝贝的贴纸，超可爱。然后还有这一些都是阿芳自己出的贴纸。大家如果喜欢就是阿芳的画风，或是也想要买他的贴纸或无框画，就把他的 IG 放在这边，大家就可以去他 IG 的连结做购买。而且很巧的是，阿芳说他之前去台南住店，然后就有上网搜寻台南的影片，就有看到我那时候台南独旅的 vlog， 然后他就说他看了我那个影片之后，他觉得好像无形之中我为他打了一点气，太巧了太巧了，谢谢阿芳。再来是最大箱的这个，哇，好大一箱哦，这个是憨啤酒出的自酿啤酒 KIT， 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面体验酿啤酒，不觉得很酷吗？那时候我收到他就是传这个合作给我的时候，我就想说，啤酒可以自己酿，哇，它里面是长这样子，这一张就是怎么酿啤酒的步骤，大家就可以看着这一张，然后。学着要怎么酿啤酒，然后这是里面的内容物，好多给吸哦。
这是什么啊？嘿，好打不开，好打不开。我终于知道为什么这一箱会这么重，因为有这一罐，有这个大玻璃罐。OK，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公关品的开箱，超级开心，谢谢阿芳，还要谢谢憨啤酒，谢谢各位厂商的爱戴，让我在防疫期间不无聊，谢谢。这个空间真的好可爱哦，这应该也算是一种仪式感吧。那现在的话，我要继续来剪片了。最近呢，我发现就是有一个可以手写的 app 叫 Procreate， 就是我写字没有很好看，但是我觉得就是手写字会动是一件很酷的事情。然后 Procreate 它就可以做到手写字会动的这个效果，所以我就买了这个 app， 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肚子真的太饿，炸了一些东西来吃。我刚把阿芳的无框画挂上去了，超级可爱。我现在叫我妈来帮我拍照。你按了要说哦。按了要不讲。一，这样你看不到你的手。一二，这样你遮住他的脚。来，一二三。这样照不到的至少。有吗？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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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这个就这个。现在的时间是8:40，然后在吃晚餐，因为今天弟妈没有煮，然后跟我弟都没有很饿，然后刚就叫外送，现在才吃。可是这个意大利面真的超难吃，我第一次吃过这么难吃的意大利面，真的超扯，这一间店很难吃就算，我居然还吃到蟑螂，我真的是要吐了哦！我绝对会给这家店负评，真的很扯，我第一次叫外送踩到这么雷的店。香哦，它这个火腿好香哦。大概要炸，好像还没跟大家说早安。那其实现在也不早，现在已经1点左右了。因为我今天早上上瑜伽课，然后上完之后我又休息了一下，起来就快要12:30了。那我现在就是要把我刚刚切的那些东西给炒在一起，然后我想要做欧姆蛋。哎呦！根本就不是欧姆蛋，这根本就不知道什么东西耶。是什么东西啦？啊，随便啦，随便啦，我吃一点看看。不错吃耶，完全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虽然说看起来很闹，但是其实是蛮营养的一个菜。还有一片这个我昨天买的吐司，看起来超好吃。哦耶！我刚刚买了一杯 Coco，
看起来应该就是不会太差啦齁，不会太差。黄椒，嗯，很好吃。我说这个吐司，我昨天一看到就爱上它。我很喜欢吃这种吐司，里面有很多乳酪块的这种面包啊，或者吐司。吃吐司。哦，这吐司是很好吃。不知道我们录到那个很清脆的声音，我就喜欢吃吐司这样脆脆的。比较有口感。 Coco 的饮料，我也是一个超爱喝奶盖的人。跟之前跟大家介绍这个吸管呢，可以用这个珍珠的吸管的这个盖子，因为它盖子上面有尖尖的，就可以戳，呜，就可以戳一个洞，戳一个洞之后就往旁边拉，把它戳下去就有一个洞了。嗯，幸せね。嗨大家，我已经吃饱了，然后我现在在打我等一下要拍的影片的脚本。我要拍那个 What's in my bag， 然后我还背着就是等一下影片要拍的公关品的包包，超白痴。反正我现在就先来写脚本，然后等一下拍完再跟大家开箱一些我买的东西。嗨大家，我回来了。我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我现在的状态，就是天咖啡系。对我来说啦，我觉得坐在那边分享东西比我出去就是拍旅游的影片还要累，因为拍旅游的影片就是我很上手嘛，就是到这个景点啊，就是分享这些东西，然后就是你会很兴奋。可是坐在那就是坐着拍，你要一直想要怎么讲这些东西，你知道脑袋就是很累，我的脑袋好累。现在就开始要来疯狂的剪片，不进的话我就这个吊饰就是是咧。 Hello， 对啊。我妈在切刚邻居拿来的芒果，超级无敌爆甜，我刚刚已经试吃一口，超级甜。它的纸超薄超小，对啊，它的纸超薄的，一箱七百，嗯，一箱。它这叫什么西施芒果哦。超甜的哦，好甜哦。欸，真的很甜耶，好夸张哦。这应该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的芒果，也是我这辈子吃过最甜的芒果。欸，真的不好笑耶，超甜，好夸张哦。大家有兴趣可以跟他买。大家好啊，昨天欧姆蛋假欧姆蛋的材料还剩一些，所以我今天想要再来试一次，看看有没有办法做成功。When we wake, hear the birds and see the sun. Side by side, our fears are done. All the good times just begun.Let's hold on tight. Found what we're looking for in life. Hope as crazy, but things are finally right. To another future of life.什么东西的？
是一个自我放弃的炒蛋，意式香料加一点，我想要泡这个，之前我从菲律宾买回来的早餐茶，好香哦。今天的早餐基本上跟昨天是一样的啦。虽然说炒乱七八糟的，可是其实还是不难吃哎。大家已经吃饱了，那跟大家分享一件很蠢的事情，就是我的邮局提款卡被锁卡了，因为我忘记密码了，然后我昨天去试的时候就是直接超过三次被锁卡，所以我现在就是要去再去一趟邮局解卡，那就待会见。我到家了，哇靠，外面真的是热到不可思议。我先马上来开箱我刚刚收到的这个包裹，因为它是低温的。拆开，拆开。昨天的东西我也还没开箱哦，真的太忙了，没有时间了。这个底家他说他的辣椒酱都是新鲜现做的，冷冻寄送比较能保鲜。有两罐开心辣椒，怎么那么可爱？是长这样子。我超冰的，那我就先把它冰起来，然后我之后会再试吃，看好不好吃，我再跟大家分享。Hello， 大家，我现在在请我妈帮忙我拍公关品，我觉得这一幕太好笑了，所以我想要侧录记录下来。完了，顶楼风超大的，你妈耶，超好笑。到家了，然后我现在就要继续来处理工作的东西。然后我刚刚切了一块这个提拉米苏，但是它是冷冻的，所以我要等它退冰之后才能吃。平常啊，会把我今天要做的事情就是写在纸上面，然后前面画一个框框，然后做完就把它打勾打勾打勾，就是我喜欢这种一个一个打勾的感觉。肚子超饿，我要来吃提拉米苏。提拉米苏是跟那个艾贝克，就是它是一间台南的 DIY 烘焙店，然后老板娘也有在卖她自己做的甜点。我觉得它的提拉米苏超级好吃，还有它的柠檬塔也超好吃，好好吃啊！我刚好现在想要来换那个喷气吗？反正就是把我旧的那些植物放到这个上面来。他们的新家，哎呦，好疗愈哦，真是太可爱了。来帮他们浇点水。我们在吃晚餐，可是今天的晚餐看起来不是很好吃啊。我姐，我们在跟我姐视讯。Hello。那是我侄女。
有这个有一滴滴美肌。然后你的那个眼睛可不可以看你的右脚的脚底板？看你脚底板，你要怎么看？看啊。右脚脚底板，怎么看？看吗？翻过来。对啊，所以你要这样子，然后你可能要这样看啊。好起来。然后这时候你用，你看你的右脚底板。右脚底板怎么看？你要怎么看？这样看。你不要搞他好不好？啊，看得到啊，这样看。脚底板，右脚底板，右脚底板。怎样？你说他这样，你说什么？欧尼讲。欧尼讲。那你变欧尼讲。Hello， 大家，现在的时间是。11:50，那这一次的影片就是大概到这边，真的是蛮希望说疫情赶快缓和下来，然后大家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不用再为了工作或者是赚不到钱而担忧这样子。那这一次的影片就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请帮我按一个喜欢，然后再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别忘了追踪我的 IG， 下方的资讯栏有 IG 的连结。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咯，拜拜。